经好几个月没打疫苗啦。一大早就哭哭，你是知道今天是打针是吧？不知道人多不多。我刚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人不多。现在应该不会很多。奶奶抱，我抱。奶奶抱，我要去填单子。哎呀，我去排队填单子啊。那哪个来抛单吧？我在这转一圈，我再走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今天打了两针，然后他第一针打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没有感觉。第二针打下去才哭的。然后旁边人说：“哇，好勇敢！”眼泪哗哗，一针好勇敢，一针就眼泪哗哗的。我第一次见他打针没哭哎。好嘚瑟哦，你好臭屁哦。第二针哭了，天，眼泪都哗哗的，都哭了。妈妈没安慰还不行。你说是，你看他在看什么呢？时隔两个月没打针，没感觉是吧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我们，我去炒菜。哎呦，那还有呢，那边还有一打呢。你咋这么调皮呢？啊，先会干坏事了是不是？还挑眉，嘚瑟。我进去，要不然这样的，鸭蛋，可是我杀不了手。你看灯吗？我。对，来，其实不会画图。这个不一样。哦，这个对。拿那个呗，拿那个保鲜袋装呗。好啊，那你拿。大的哦，最大的。大号啊。我画胖点。哎，你把它剥了呀？没人背上。嗯，这个龟壳应该冻水壳的。嗯。就放到一根就冻坏了。还是安排一次一次的。甜甜，快点爬过来。Hello， 在这呢。你有没有看到我？有没有？现在是客户要货吗？爸。这个工地要等，要等几个季，先给他发点样品。哦。门没关呢，你要爬出去。你想跑出去吗？哎呦！
就是那个下水管子跟那个啥离墙是吧？我们贴砖之前最少要留50以上啊。满意吗？嗯，哈、啊、哈，你是不是要让我了？哎，从早一起来就开始听弟弟阿舅，我在想他是不是要说话的？是呢，哦，早一起来就声音咯。是啊，弟弟话是啊。嗯，今日出来拍油房站，拍两站了。拍两站现在是打疼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拍油房站听是呢。说我左右胳膊全打了。是啊，啊、哦，两家拍听了啊、哦，嗯，对，回来要告状是不是啊？嗯嗯嗯。嗯啊，乖乖的啊，哦，嗯，安利一下啊、哦，哎呦，你今天是装什么呀？装冷装，今天是装。麻烦。你这种干部不会讲那些的话，会。那个麻烦了，我身边宝妈他们有人说是会出现发烧的症状。是吗？今天沾那都要软化了呢。还没睡是吗？对对对，他刚刚应该就睡个10来分钟。好啦，奶奶抱你，奶奶抱。你吹的好像我回来不抱你就不行是吧？要不要我再拿出我的大金链子？叫爸爸金链子变出来。这样爽不爽啊？把奶奶借给他戴，要不要？你说你回来怎么不要我呢？你不要我呢？胖了个啥意呀？这怎么少了一块肉？被我甜甜给夹走了。刚才叫都忘了给他吃点水果。他们吃鱼肉配稀饭啊！是啊，我还阿妈现在在开心来，感觉阿妈盯盯着看，一直叫。饿了，不用看看吧。不用。咱们先吃块鱼肉压压惊，好不好？自己吸进去。那块的东东还走哎，就是老大。放点鱼汤，就那个蒸出来的鱼。我爸汤这里可爱加，来这一口鱼肉多，鱼肉多多。爷爷过来吃饭哦！爷爷还在泡茶，要出去喽。爷爷还出门，八点加五。啊。菜是不是有点淡？你今天吃不完，饭大概两天抓走吗？我今天吃不够啊！这不够天性，恁大家不够听。然后你那个男小弟不是怎么样？下面录音吗？录音吗？录音。加班你们今天买的是多少钱？18，前天才16，现在又涨了。又涨了。夏天贵的时候。你为什么看到我就补呢？啊？你这里是源头啊！我的酒。互动暗号是不是？啊。我的酒。你会对上我。混乱。点米饭。哎呦，我在按你。你就记，哎，你要记得哦，好了交，不好了不交。来，让我来考。还讲？哎，这不我怕你了，这个感觉咖喱补了，不行不行。吃饭。啪啪啪的对吧？你啪啪啪，啪啪啪，啪。以前玩的偶尔是最。哎呀你。现在哦，他正要写的，不要乱交。好了交。好的姜哈，嗯，要不然等下把甜甜给带偏了，是不是？我你看我那时候在弄菜，他非要让我抱，
挨抱一会儿就好了。他霸道的很。等一下，你说个个都得爱我，是不是？个个都得爱甜甜，是不是？是。嗯、哦，可是首先你得听话啊，乖乖的，乖乖的听话才爱你哦。你要乖乖吃饭啊、哦！爱我得抱抱我、嗯，要不然给你吃口米饭。我在按摩先回家里嘞、嗯，要不然这样捆着他，打这边又不吃。你现在表情咋这么逗了？这个话表情这么逗。哎，蛮不满意了。不管我们就这样骂他了哟、哦。嗯对，刚聊天不开心，这哒哒哒。嗯。爷爷不理你了，爷爷不看你了啊！你专心吃饭，你也不要看爷爷。你说，哎，你也专心吃饭。嘴都大，进不去。